尖高手的必杀技扫面法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个山过来，这个山下来，所以这不能有山，这也不能有山，这不能有山，这就是山。再来呢，这个山上来，这个山上来，这个就是山。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过来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就是五。再来呢，这个五上来，这个五下来，这个就是五。五呢，五 bingo 了哈。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九过来，这个九下来，这个就是九。所以我们这知道 me too 是什么配。五九配五九配，只是知道这边不知道放哪里哈。好，那我们再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三下来，这个三下来，这个三过来，这个就是三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五宫哈，这个六下来，这个六过来哈。那产生什么六三或五六，那这交集是什么六三嘛，哈，那六三配，这个人不能放六，这个就放什么六，好，这个就是什么六 ，OK， 那表示二多余的嘛，哈 ，OK， 还有什么一多余的哈，好，那我们看 A two 是什么配？六五配，六五配哈，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这个四杀下来，这个四过来，这个就是四。再来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个是过来，这个是上来，这个就是四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是。过来，哈，这个是过来，还有这个是下来，这两个有四，再上去这个不能有四，这个就是什么？是。那我们知道 A one 是什么配？三四配，三四配，四三配，五多余的哈。好，我们看第八宫哈，这个四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四过来，好，那这个就是什么？是，那我们可以判定是什么配？八四配，八四配哈。因为这个八上来，这个就这八在这边嘛。那这样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这个二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哦，这个七上来，第二宫了。我们看第二宫差七八嘛。哦，那这个七上来，这个边一定有七，所以这不能放七，就放什么？八，这就放什么七 ？OK， 那我们看第八宫差什么一七哈，这边有一放什么七，这就放什么一。那我们来看第五行差一个就是什么七。再来呢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七过来，这个就是七。啊，那我们看第四行差哪两个？出差二八，这边有二放什么八？这就放什么二？好，那再来呢？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就是二。好，那再来呢，这个二上来，好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
那我们来看第三列差什么？一二七哈。那我们可以判定哈 ，A 这个因为差一二七，我们可以判定是嘛一七配一七配哈。这个七杀下来，这一定有七，所以这不能有七，这不能有七，这个就是什么七。好，再来呢，我们这个一杀下来，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一。好，那第二行差什么六八，这边有六放什么八，这就放什么六 ，OK。那我们可以知道 B1 是什么配哈，二五配二五配二五配哈。那既然二五配呢，三多余的哈，还有什么七多余的哈？三多也表示什么？四九配哈。那这边不能放四，就放什么九？这就是什么四？好，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而已哈。好，那 A2 是什么配哈？四三配，四三配哈。这边不能放四，这也不能放四，这就放什么四？好，那 A2 也是什么配哈？七二二七哈，七二。那八多也表示嘛，六五配，六五配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五宫差什么？一九哈，这边有一就放什么九，这就放什么一 ，OK。看第三，刚刚说了一二七嘛哈。这边有一二就放什么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第三宫是什么？这边是五三七，这边五八，这边四五。我们可以判定五是多余的，表示什么？三七配，这个就是什么三？哈，那这边不能放三，这边不能放三，这就放什么三？那我们再来呢，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九，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过来，这个二杀下来，这个就是什么二。再来呢，这个二杀上来，这个就是二。那我们知道 A1 是什么配？一七配，一七配哈。这就放什么一？那这边不知道放哪里哈？把这个一杀下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哦，再来呢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再来呢，这个一上来，这个一过来，这个就是一。第七列是不是差这个是八九嘛？那时候有人可以判定 B3 是什么八九配，八九配哦，这边不能放九，这边不能放九，这个就放什么九？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八？那 A1 是什么配哈？一九配，一九配，H3 啦，一九配哈。那既然一九配表示五多余的，五多余表示什么？八二配，八二配，这个就是八。八二配表示四多余，四多余表示什么？是七六配啊 ，H3 是七六配哈。这边不能放七，就放什么六，这就放什么七。那这边也不能放六，就放什么七。就放什么六 ，OK。那我们看第一行差一个就是什么八，啊，那这个八杀过来，这个就是什么八。那我们知道 A1 是什么配？八六配，八六配，这个就是六。那这边差一个就是什么九，这差一个也就是什么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
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红色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了。按赞打开小铃铛，随时掌握第一手资料，分享出去使更多时间提可以加老师的 LINE。读数读顺序：初级、中级、高级、图形初级、图形中级、图形高级。麻辣。